做琵琶节。好，被蛰以后，线尾往上拉，包这个小耳翼，往上拉，包起来，包好了。包好了以后就这条线就不理它了，我们就继续来包我们的琵琶。第二圈包在第一圈的里面排好之后，还是包它的耳翼内耳包回来。包回来以后，第三圈也是排好来，排好了以后继续同样方法包回来。这个每一层啊，你都得把它拍得比较整齐一点。再过来就第四层再拍一次，好，包回来。最后再包一层。那包这一层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方法，线先穿过去之后再来包最后一层，包回来。那线已经穿过去了，把线拉，这样就会非常完整的一个琵琶结。好了之后，我们翻过来把这个线头往这边拉，少年，这两个少年在一起翻回来，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琵琶结了啊。